他是我们永远的救主。
谢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他是我永远的救主。我愿顺服，我愿把一生献给你。我们的回应就是把自己献作活祭。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以台语来讲，准备把自己献给做活祭，纪念我们的上帝主耶稣。心灵甲外貌，我都来认识、来尊敬、来服侍、来敬拜你。阮少年，阮的兄弟彼个兄，我就知，我唔甲伊同款，阮拢是暂时伫这个世界，所以我来知，我的主才是阮永恒的敬拜的对象，我来追求的。就是你给我们找出一个你忠实的信徒，所以当我们遇到人生中间很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来挖苦你，我就来得胜，我就来敬虔过日子。全能的上帝，既然是信仰信实的基督都是对你来的，我只是恳求你让我有反省，让我有一个默想，对着这世间所发生的每一项代志，我来在你面前祈祷，来帮助我来脱离迄个灵性的冷淡、意念的分散，让我一时安定我的心，单单来敬拜你。我再着我去我敬拜，甲日常生活中间的虔诚、甲忏悔，我来得到你和我的稳定，拢未离开我。你是阮永远的活命，让阮有这个生命，有这口气，通伫这个世间来享受最予阮的一挂
福气，你也是我永远的光，要来照光我脚前的路，我愿所行的路是一个平安的道路，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道路。我无受到家己的意念、派恶者的攻击，我愿来离开主，我愿来起掉着这个永远的光，我愿来时时来追求另外你较济，帮助我。我嘛知影你是阮永远的疼，当阮犯罪跋倒的时阵，用你的疼搁一摆去永远，倒转来你的面前，来接受你的赦免。我阮搁一摆转来伫你的怀抱中间，真做你一个顺命听话的一个忠实的囝儿，主啊，你帮助阮。其实是特别好，我有这个心思意念。就是爱我来去疼惜迄个上宝贝，就是我甲你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你祝福我，我因为安尼，我就要认捌你较亲，得到你较侪的带领，知影你为这款疼我的主，永远的光，永远的疼，永远的活命，我就无惊遐。而且这世间不但有法度来得胜，佫有法度来见证。祝你的主比疼痛，感谢祈祷，奉最后所有名求，阿门。下节。